最喜欢看杰克玩明朝了，杰考明朝不用工商就很多人帮他宣传了，没有错，这就是他坏的地方，一直叫我们免费帮他宣传，太坏了，不是免费的，是你付费帮他宣传，虽然很靠北，但我无法否认。今天啊，是我们陈白禁欲的时间啊，下周工商。那我们工商之前啊，基本上都要礼貌的学习一下。那我在这个课外研究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游戏，哇，真的是做的挺好的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开个学习台，让我们工商可以更丰富。这个就是一个正直优质的实况主该做的事。这个我原本啊，只是看了这一支，想说来看一下他们最近有什么内容，然后一点开来，哇，不得了，相当的厉害。听说陈白很色，哇，想不到这么色，真的是了不起。健康的做瑜伽，这肯定是没有问题吧？这个直接，这个效仿各大日本、韩国瑜伽老师频道，真的是太顶了。越多欧美人抵制，那肯定是越赞。欧美人抵制的数量代表这个游戏越好，真的是太顶了。然后他这个还有跳钢管，也是很顶。这个就是纯正的麻辣鲜人游戏吗？上过 Steam Top 前十是不是了不起？这个就是麻辣鲜人在玩的游戏吗？我现在也要当麻辣鲜人。这应该是新的 skin 吧？有料 ，Steam 的付费榜挺前面的。哎呀，黄标，我跟你讲，不开盈利就没有黄标问题，好不好？开这游戏之前，我早就把盈利关掉了，这就开始下载了，极度好评。制作团队是服务业，不是畜牧业，可以安心游玩。日常任务一分钟刷完，福利也很多，小月卡加上周长任务全做完，每个大版本基本上可以抽到角色加装舞，这个婚纱时装赞，完完全全的男性向游戏，推啦！相比其他家游戏，简单无需多言，至少你在这边会知道你的钱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而且你的老婆不会跟人跑，很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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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很臭哦，老婆不会跟人跑。玩完新手教学就买了护士时装，现在正适合入坑。美少女射击收集角色跟时装，射击手感还 OK， 跟单机大作没得比，但射击游戏很少香香妹子，所以目前营运态度良好，请继续保持。看起来弟弟很开心。我必须老实说，这个游戏呢，它刚出的时候我们就工商过了。刚开始我第一次工商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实话实说，是觉得这个玩法不错。当时角色都穿的比较紧一点啊，虽然这个科幻也是设计的酷酷帅帅的，当然造型是也还不错，但就是包的有点紧。这个二次元市场里面呢，可能是相对会比较难发展一点，感觉啊，他们就是那种会有点曲高和寡。啊，我们做了一个玩法比较不错的手游，然后这个角色用心设计，我们不走这个大众路线。那接着后来呢，我第二次接到工商，那个他们当时已经开始卖泳装了啊，这个泳装其实就已经开始很不错了。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觉得，泳装版本已经看起来设计的真是蛮香的，蛮多角色不错。然后后来呢，到近期哦，开始有各个传闻，哇，陈白禁欲现在有多厉害，有多厉害。然后我想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有变那么厉害？然后我们去逛一下刚刚那个官网，哇，真的是变得很厉害。我只能说，这个是一个很起死回生的案例。而且他当时哦，真的是也传出不少，好像摇摇欲坠、摇摇欲坠的这个风评哦，我不确定到底是真还假，但是当时是有一些这种传闻。然后没想到，哇，现在逆袭了，可以冲到 Steam 前十的销量，然后获得各大麻辣鲜人好评。我只能说，这个起死回生的剧本哦，真的是少见，了不起。别人家是角色有自己的生活，然后这个角色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。杰哥 ZZZ 越玩越上头怎么办？那就继续玩，好玩游戏一直玩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忘记讲一件事，就是没有错，如果你想要在我们陈白禁欲刻各种 skin， 我们来看一下 skin 供应站，还有按摩，如果有要买我们的 skin 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可以使用我的魔厨，现在输入陈白禁欲，我的序号 AJ，就可以获得200元折价券，就可以像是这个
绝区零的180抽分成14给你，一次可以折20元，好不好？那之后呢，我们有办各种属于 AJ 序号专属的活动，你都可以一起参加抽奖。所以记得使用 AJ 的序号参加我的更多抽奖，以及想要把这个老婆衣服带回家，就来使用我的魔厨来克你的时装吧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来这个学习台。这个身为一个十等的新手，我现在要干嘛？我上次玩就是泳装活动，这个官方借我账号试玩泳装角色，然后还有一次是在封测前玩，然后这个账号是那个泳装活动的时候先开来试玩的。信箱先开，一键领取。哇哇哇哇哇！基地还没开吗？基地还没开，要玩到3-6。抽卡共鸣哦，这里这是武器吗？100抽是必出哦，50%米池，100%不歪池。为什么会有人想选米池？它好处是什么？就我好奇。哦哦，单抽几率比哦，米池 0.7， 百抽是 0.1。OK OK， 赌狗，一个 0.1， 一个 0.7， 但是一个是100%保。一个是你抽满100就是保底这样，赌狗的快，欸，他很聪明欸，靠北，我觉得他蛮聪明的。我设计两个池，看你敢不敢赌，你想赌你去下面。欸，那这个是会延续的吗？就假设我这一池没有抽到100，会延续，那抽啦，那就没差啦，那就抽，好啦，没大事，0.1%不用妄想。臭米池用的100池是玩家建议营运出的，70抽后每抽增加 3.3%， 过去的限定 PU 池看你有没有打中你。可以看过去的 PU 池，可以从这边选。还可以抽之前的角色。画面设定最下面可以把虚化关掉，虚化效果，哇操，您是说像这样子会物化女性的行为，我们这个是可以关闭的，这种物化女性的行为是可以关闭。哇操，太屌了！我们拒绝物化女性，这就是一个厉害的游戏吗？懂了，这就是可以起死回生的游戏，没有错。这个就是能起死回生的游戏吗？太屌了！我已经最靠边了。我拉近了，这就是起死回生的力量吗？难怪可以起死回生。当别人在责怪玩家不懂得欣赏，在教育玩家怎么玩游戏的时候，但有一个厂商认真努力学习改进自己，把自己不好的地方慢慢改进，最终获得了大家的喜爱。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成败境遇，太神了。甩滑鼠打六只怪可以直接开大，好的，这听起来比较困难，我应该先做不到，没事，先这样吧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。去基地可以玩兽人按摩店，那我们要先玩到这个第三章互动场景可以购买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可以摸老婆的地方吗？有料，这好色。主播这一只是坏女人，好的，那我要记住她。这是什么？凯西亚，好的，坏女人我最喜欢了。哇，这看起来也很有料。杰哥，我本来是不相信起死回生的，但陈白做到了。这些都不用抽吗？要抽吧。哇，这件真的穿的有点少哎。时装应该是要另外买。还有动画可以看。哇操，太神了！而且命座能浓满。我们这边不可以采一捧一，但是命座能浓满，很棒。看坏女人。他是用十字弓，有趣。有料，坏女人真棒。这是有点危险，先算了。他18了，看起来应该是18了。我怂了，这一件也蛮好看的。这算工商台吗？这算工商预习台。毕竟我们工商前还是要先学习一下这个游戏在玩什么。哇！这个若隐若现的感觉真棒，工商前瞻之后就是真正的工商，这就是可以带来幸福的手游，没有错。手游是为人们带来幸福的，会让人觉得有同侪压力，有游玩压力，那一定是黑暗手游界带来的。奶盖下是 OK 蹦，这个勇者可以自己去挑战这件衣服，这件有料，这件是真的顶。
他们现在真的是把力气花在角色设计跟建模了，厂商领悟了，没有错。本来就可以讲，不然把钱拿去做广告吗？不，很多厂商他们是把钱投入做游戏，做更好玩的游戏给大家。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厂商他们会更钻研在一些游戏的打击感、美术设计以及这个更有趣的解谜游戏，为大家找出更好玩的方向。每个厂商努力的方向不同，他们这样子也是可以的。有厂商把钱拿去做黑丝小男孩，好的，这个我相信黑丝小男孩也是有人喜欢的。Overwatch 能专注在闪光的屁股，就不至于沦陷到这个下场了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缺的好像不只是闪光的屁股，还有很多问题。有厂商把钱拿去做正太雪豹，我直接破防。那我现在该干嘛？就破主线，对不对？应该也没别的，就是玩主线了。这个团队是服务业，先解按摩系统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先解除按摩系统。前十章剧情建议 skip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前排前十章是写明朝二色剧情的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最棒的，毕竟我们最喜欢明朝。他是写完成白之后来写明朝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哇，那我只能说我们库洛果然是最有眼光。解锁基地，买某些特定互动家具，玩按摩系统。好的，这就是这游戏的本体，对不对？解完每日只要三分钟，刚刚不是说一分钟？还是那个一分钟是 speed run？含读取时间，慢慢点，三分钟，42秒是 speed run， OK。一直幻想尼基能走会动有多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能走会动的尼基了吧？有人成白日常 speed run， 结果尼基还没登入 ，OK。成白绝区尼基明朝，杰哥哪个排在心中第一？那一定是我们的绝区零，毕竟我们现正工伤中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这个成白我们也是见证工伤中，我们成白跟绝区零都排第一，下礼拜换成白没有问题，我们下礼拜的答案就换成成白了。最喜欢看杰哥玩明朝了，杰考明朝不用工伤就很多人帮他宣传了，没有错，这就是他坏的地方，一直叫我们免费帮他宣传，太坏了。不是免费的，是你付费帮他宣传。虽然很靠背，但我无法否认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玩按摩了。沐浴中，稍等一下，出门再进来。我坐着等他，他还在洗。二楼疗养中心。哦哦，可以帮人按摩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他可以转视角，神游，宇宙神游，好有感觉，麻辣神游，锤是大力锤，会消耗更多耐力，但会扩散到隔壁哦。好，这边哦可以选，啊，我用这个我们用按的，这我们就用按的就好，挺赞的，这部分我们也是用按的。舒缓成功。もう少しそばにいてくれない？哇，弟弟已经赢了。这部分以我专业的推断，应该用按的就好。我们选这边，并且用锤的。哎，这边用按的不够吗？按错，好像挺有感觉的。兽人按摩店。完美，杰哥，这就是未来吗？没有错，这就是游戏的未来。我理解为什么会起死回生了。哇，可以看，哇操，哇操，这跟秋山绫同款内裤，经典蓝白碗。等一下，他敲这条腿，可以补到这条腿，老实说不太合理。隔山打牛，有料。哇，他还在玩 Switch， 他比赞，屁股共振。这还有幻兽帕鲁可以玩，啊，他还有更高难度，是不是？普通难度，为了促进我们的感情，体力会不够用哦。升等加体力，要升等加体力才能过这个关，是不是？要到后面的等级 ，OK， 完了，过不了这关，需要去重训。舒缓失败，生气，失败蛮好笑，可怜啊，年纪轻轻就不行了。
哇，这看起来很好玩，家用静音跑步机。我想看一下它有什么互动而已。黑板套组，旧时家庭剧院，打电动用。哇，这个是藏品展示柜，帮他换鞋。OK， 哇，这是什么？小型吧台，有料，小型吧台。品茶组，做甜点，摸头的地方。哇，吃炸鸡。杰哥要背弃 NTR， 改走麻辣仙人流吗？这个麻辣仙人有麻辣仙人的快乐，有时候人生不想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与压力，那我们就选择加入麻辣仙人吧。先玩到这差不多，结算，纯白禁欲，83%阴性，16%阳性，462人投票，看来大家都爱上了这款麻辣仙人游戏，真的是挺赞的。有按摩真的是好东西。今天不是工伤啊，我们下周才是，今天是工伤前瞻，我们今天就可以休息了。